带820武器的人必定带130级，腰带14段光芒或者13段黑，14段黑厉害厉害，超出我的预期了。他是69，带了一个普通的无级别鞋，敏捷不会低于42，熔炼以后43、有点勉强啊，失败了一次。项链的话，简易啊，简易破血，衣服加力量，简易破血148，三属性，双伤害一速度。哎呦妈呀，戒指带的四伤害，伤害爆了3+1，伤害爆了4点。老板带的超级泡泡，超级泡泡，这只须弥的泡泡，哦，没看加点，八技能啊，耐高连，力劈。镜台妙题啊，镜台妙题，来悟童看看认不认识这个技能，你回头把这个技能放大100倍打印下来放在床头，每天晚上告诉自己这个技能是你得罪不起的技能，它不像善恶那么好欺负。悟童，你家里人介意你纹身吗？我劝你纹身啊，你记你女朋友未必有记镜台妙题记得深，而且这个镜台妙题像不像一个扎着啊单马尾辫的妙龄少女，也可以纹身行啊。你家下一个孩子叫啊邱镜台邱妙题啊，邱镜妙邱台题啊，对不对？邱静提啊，儿子的名字都给你起好了，不同这25万咱必须得花得到位啊。梧桐可能不是人，但是我是真的狗，兄弟们，他这个钱花了就得开心一点，花了钱都花了不开心，那钱不白花了吗？对不对？谢谢宵夜大鸡腿老板啊，这个来都来了应该杀把龙神再走，但是没打临时，下次这种暴力的给力的，就是上来能敲龙神完全不费力的那种，打好临时